导演明京城八日突然发生心肌梗塞，虽然紧急送往医院急救，最后仍宣告不治，享年51岁。明京城在演艺圈拥有极佳的好人缘，他的猝逝让他的一群圈内好友都非常难过。高宇臻9日在 IG 现实动态曝光他和明京城生前的最后私讯内容，从他 po 出的对话截图可以看见，高宇臻在1月底明京城的老婆生产完后，关心问对方嫂子情况还好吗，当时明京城回复他一言难尽，总之是鬼门关走了一遭，还好已经都过去了。后来两人互道新年快乐，并相约过完年再见面，没想到明京城却忽然奏事，让高宇臻难过写道，怎能就这样走了，字句间流露出对明京城满满的不舍与思念。